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哈尔滨代表队的王佳磊。教练是福彩书，表演花音乐是卖火柴的小女孩。来自哈尔滨代表队的王佳磊，表演结束。那从这个孩子的这个身体条件来看，他比较修长，那么选择这种很悠扬的音乐还是比较适合他的。那今天他的这个，我觉得整套表演还是挺有特色的吧。用这个，尤其在最后结尾有一个划火柴的声音，然后配合这样的动作，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新意的。
在花样滑冰的比赛中呢，我们经常给大家讲过、介绍过不同的跳跃。那么在这儿呢，我们也请陈露给我们逐一来讲解一下每个跳跃的区别。首先呢，我们知道花样滑冰有六种跳跃，对。那么最难的勾手跳，它的这个，你给我们解释一下。勾手跳呢，其实从这个不了解这个跳跃的人来看呢，好像跟菲利普斯这个跳跃是一样的，但实际上。那个 Lutz 就是勾手，那他是用外刃起跳，那么菲利普跳跃呢，他是用内刃起跳，都是向后那么点冰起跳。那么我们还有这个 loop 跳， loop 呢就是后外刃起跳，那么还有肖考夫三周也是用后内刃来起跳，那还有一个 toe loop，就是后外刃然后点冰起跳，那最不同的只有一个向前起跳，就是阿克塞尔跳，那么有两周有三周，它就是向前起跳，只有这样一个动作是向前起跳的。我们来看成绩是57.97，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，目前领先的依然是齐齐哈尔代表队的。